他甚至跟我谈起了建筑的高度、面层、砖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再祷告 Min your name, we truly 的时候犯错了。他的意思很严肃，但很抱歉，我不能把他带到任何地方去，因为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兴趣。我对你们说这些，因为对你们来说，据我所知，这对你们的巴拉巴题目很重要。当他们来到七大七零师，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。你们都知道，每个人都知道，要组建一个 VAD Habinian， 甚至可以代表不同的国家，可以是20人左右，也可以是50人左右，他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当他们来到这里，当他们带着家人和客人来到哪里是，他们将为他们自己服务。这是我需要帮助的地方。我只能说，如果有人有任何想法，在听的人，在做的人，活在电视上观看的人，请给我。